老板，我要金桔柠檬100块。你要脆的还是中？我要脆的。把两袋放在。装一袋就可以了。金桔柠檬。哦，谢谢哦。哦，正确套圈圈。正确套圈圈。你说你一百多少？一只虾？哎呀，我的虾子嘞！虾子！哎呀，我的虾子嘞！还可以吃吧。